这是郁金香刚刚送来的紧急情报，你赶紧看一下。这是什么？是钱德勒的文件。 你们哪弄来的？当然是你的女儿山本芳子的杰作。这些文件有价值吗？这几张啊，是他们截获的紫满电文，这些都是他们的分析报告。这张是钱德勒的笔记，这几张也是笔记。但从字迹上来看，应该是其他什么人写的。那他们有可能破译四光二号吗？ 如果按照这个思路，再过10年，他们也破译了。那肯定。紫光二号是紫光三号的烟雾弹，是我和破译者之间的一场智力游戏。从目前看，他们完全按照我的设计在进行破译。我该怎么和小川将军报告呢？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，紫光二号是绝对安全的。 秦天秀女士，告诉您一个好消息，我的上司已经批准按照您的要求给钱德勒发报。谢谢。您说他经过一家书店？是的，他进去买了一本书。是什么书？我问过书店的主人，是一本美国简史。我立刻找一本同样的书给我。好的，记住。 一定要找完全相同的版本。明白。不愧是密码专家的妻子，居然会采用这种手段。山本康夫这么自信。是的。很好。不过还是要命令郁金香小组，不能放松对钱德勒的监视，要掌握他的一切进展。是。 这是郁金香刚刚发来的信件。他们拍到了郭忠良和别人接头的照片，但无法识别对方的身份，请求协助。让他们跟豌豆尖联系，一定要查清对方的身份。是。哦，是同一个版本吗？是的。好的，非常好。 现在让我来看看，我猜这应该是页码，我看看，然后这个数字应该是行数，1234567，这个就应该是字数，让我记录一下。
这句话太混乱了，你确定是这本书吗？报告长官，绝对不会有错。我的上帝呀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 我该回去了，我总不能在姐姐这里住一辈子吧？晚上吃完饭再走吧。好吧，吃完饭让姐夫开车送我回去。真的没事吗？我住在自己姐姐家里，能出什么事呢？ 真希望我们姐妹两个人什么事都没有，都平平安安的。希望，就真是不。 这是文所长让我交给你的，是我们刚刚截获的子码电文，它认为里面有很多地方很重要，我已经标下来了。你能给我解释一下这几个地方为什么重要吗？可以，请把电报给我。这里不是讨论的地方，跟我来。不，你看这儿有一个计算错误，五 x b 和 w 二次方。
好了，没错，在这里面有几组相同的数字，比如说我们二人减一，二人减一，在这里，所以还是二人减一，二人加三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按照文组长所给出的思路，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寻找突破口。刚刚想了一个方案，但是我只想了一半，再往下就推不下去了。你见过这个吗？没有。这是英国的两个数学家在半年前刚刚推出的新成果。大战爆发以后，我们对于其他国家的相关情报了解的很少。如果说我稍有长处，就是掌握的情报比你们多一些。可是我认为你写的这个公式并没有写完。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。你的公式和我这个公式在原理上是一致的，而且在很多地方它们是互相补充的。你说的很对，更准确的说，你的算式是打开这个公式的钥匙。现在可以了。是的，我现在好像是看见了一线曙光。你可以说的再具体一些吗？对不起，你可以走了。我要一个人好好的想想。好，再见。你在破译密码方面有非常罕见的才能，好好珍惜它。是吗？谢谢。姐姐，你先回去吧。让姐夫一个人送我就行了。我们一起送你吧。真的不用了。是啊，我去送小琴就行了。这两天你累坏了，赶紧回家休息吧。是啊，那好吧，你们路上小心点。放心吧，快走吧。突然变得这么严肃，我心里好乱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出什么事儿了？没事，我希望永远都不要出事。毛将军，恭喜你，这是蒋委员长刚刚签发的命令，你已晋升为中将，出任军委会副秘书长。我已接到调令，指挥武汉战区，这里就拜托给你了。是。喂，谁呀？我是克莱因少校。好的，有什么事？史密斯少校要我提醒你，今天晚上他有一份重要的电报要发给你。好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史密斯少校还说，你收到电报后，请立刻给他回电。行了，我知道了。你的工作有什么进展吗？没有。什么时候有空一起喝一杯吧？重庆现在也有不错的酒吧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再见。张将军，将军，您怎么来了？
我明天就要走了，来向你道个别。您要走了？去哪儿？终于要去前线，亲手去打日本人了。那以后我的事要找谁呢？找毛祖和，他现在官升中将，代理我的职务。这对你来说应该是个好消息。我知道你们私交不错。是的，我和他认识很多年了，他是个很重友情的人。我来就想要告诉你，毛祖和这个人虽然很重交情，但他如今身居高位，又是蒋委员长最信任的人，所以日后你和他相处还是要小心谨慎。是，我知道。你我交往虽然不深，但我对你已经了解，坦率地说很欣赏，所以临走了我要送你一句忠告：君子固然坦荡荡，但防人之心不可一点没有啊。中国需要你这样的读书人。谢谢将军提醒，我记住了。钱到家了吗？是。怎么了？出了什么事儿吗？没出什么事儿，只是觉得他眼神怪，好像是话里有话。他说什么了？我担心他是不是发现了什么。怎么会呢？自从他进了门，咱们就停止工作了，咱们说话也非常小心的。你不要忘了，林琴受过特殊训练，而且过去对我也有过怀疑。你对他有偏见，就算他过去怀疑过你，可是他受了那么大的伤害，不可能再对国民党忠心耿耿了。我要向组织上汇报这件事儿。我认为没有这个必要。我也不想这样，可一旦真出了事，组织上会立刻派新的同志接替你的工作，那我就永远见不到你了。你说我对秦儿有偏见，我承认一开始的时候我对他确实有戒心，可是时间一长了，我确实觉得他是我的亲人，他像是我的亲妹妹一样。刚才在车上，林琴跟我说，他希望永远不要出事儿，知道吗？这也是我所期盼的事情。我希望你能永远留在这里，希望我们能永远并肩工作。不要说了。对吧？你不想这样。忠良。你是好同志，对我也非常好，可是我们只能是同志。我知道了，对不起，把我刚才所说的都忘了吧。不，是我应该说对不起，不是你不好，是我已经把我的感情留给是什么？对不起，我不能说。是我们的同志吗？如果他真的是我们同志，那该多好呀。
林平同志受到不明身份人的跟踪，此事一直没有打清楚，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戒备。是，组织上有什么指示？你要密切关注此事，深入调查，提前预警，一定要保证林平同志和郭忠良同志的安全。是。我们刚刚得到情报，毛子和身为中将，出任军委会副秘书长，那调查局和立峰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。是啊，在林琴的问题上，毛组合吃了立峰的亏，他一定会报复的。不过事情都是两面的，毛组合是蒋介石的亲信，掌管军药局多年，为人十分精明，而且对密电所的情况十分熟悉，我们一定要多加小心。是，我明白。琴儿，进来。回来了，伤都养好了吗？都好了，也该回去上班了。您升中将了？刚刚受的衔，从明天起，我接替上将，管理军委会的行政事务。那我呢？我还要回密电所上班吗？当然。这一次啊，我要看看谁还敢再欺负你。谁呀？先生，晚饭都凉了。知道了，我就来。请稍等，先生，您的电话是叶小姐打来的。不管她是谁，都说我不在。是。等一下，谁的电话？叶小姐。我来接。叶小姐，你好啊。前面了，先生，你把我都给忘了吧？怎么会呢？你有什么事吗？我想请您吃饭，你有空吗？对不起，这些天我真的很忙，过几天行吗？好吧，过几天能给我一个确定的时间吗？真对不起，现在恐怕不行。这样吧，等我忙完了，我一定给你打电话。好的。要很久吗？过几天可能我要离开重庆。不会很久，最多两三天。嗯，好吧。他突然变得很冷淡，说最近很忙，没时间见我。这么看来，他正在尽全力破译父亲的紫光密码，而且很快就要成功了。你怎么知道？他说最多再要两三天就可以见我了。你必须立刻采取行动，及时掌握他的进展。在他完成之前，我们必须阻止他。怎么阻止？你是中野学校毕业的，这种事情还需要我教你？进来。主任，您找我呀？毛组合升官了。是，我听说了，军委会中将副秘书长，连咱们调查局也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。我们调查局的真正主人只有一个，就是蒋委员长。是，可是他会给咱们添很多的麻烦，尤其是对咱们的密电所。早知如此啊，咱们当初就不该抓那个林琴了。我倒不这么看，正因为我们抓了林琴，以后他要是太过为难我们，我们就说他是公报私仇。对，反正已经撕破脸了，他也不能再给咱们小鞋穿了。我
找你来是商量一下钱德勒的事儿。嗯，据我们的人报告，钱德勒和密电所的人交往密切，今天还让郭忠良进了他的书房。那您的意思是？这个钱德勒处处对我们保密，他的破译进度我们一点也不了解。我是担心我们费尽心思请来的人，到头来却为文卫军做了假医生。明天你去找一下钱德勒，设法搞清他和郭忠良都说了些什么。是。亮着灯的窗子就是钱德勒的书房。这么晚了他还在工作，说明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。他的住处内外都有中国特工。再等等，我们的最佳行动时间是天亮之前。要不你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，行动的时候我叫你。我没事，你休息一会儿吧。不用张了，这是命令。姐，如果我有危险你会救我吗？当然会。是吗？我的组员我都会舍命相救的。我知道了。疯子，怎么了？你看，钱德勒书房的灯关了。你看，他卧室的灯开了。已经凌晨三点了，我们开始行动吧。再等等，等他睡熟了，我们四点钟行动。行动。
怎么样，能打开吗？这是一种新型密码锁，比想象的要更难。别着急，离天亮还有一个小时。哪里打的？好像是外面。我有老婆，我去打电话，你们快去保护前面的先生。是是。哪里在打枪？好像是房后面。来不及了，赶紧撤离。旁边的房间就是秦东的武器室。对，我先下去掩护你，你从窗子爬过去，从外面打死他。不是说等他查清结果吗？快，执行命令。是。杰德勒先生，杰德勒先生，杰德勒先生，什么事？外面有情况，有人开枪。杰德勒先生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睡觉，别打扰我。
看见刺客了吗？看见了，我被枪声惊醒，他就站在窗前。那你看清楚他的脸没有？没有，没看清。他们是先进的这儿，然后再从这里爬到的卧房。丢东西了吗？没有，文件都在。你能确定？是的，两个小时前我刚把他们放进去，位置和顺序都记得很清楚。那就好，只要人和文件安全就好。你认识他吗？不认识，我从没见过他。你刚才进去那么长时间，为什么不开枪？你说话，为什么？姐，我下不了手，我真的下不了手了。为什么？前几天我们还在一起吃饭，一起说笑，可他是你的敌人。不，他对我很好，一直很尊重我。你糊涂，你混蛋！他现在正在破译紫光密码，他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。我知道，我都知道，可是我真的下不了手。如果他是一个陌生人，也许我开得了枪，可是他正在睡觉，也许就梦见他的家乡，梦见他的亲人。我不能就这样结束他的生命。他看见你了吗？回答我，他看见你了吗？我不知道。你临阵脱逃，放走敌人，暴露身份，我要处决你。记住，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。要是再犯同样的错误，我一定打死你。英国人？是的，我是英国外交官。深更半夜拿着它，也是外交活动？这是用来防身的。好了，我们不耽误时间了。既然你也对钱德勒先生的工作感兴趣，说吧，你到底知道什么？为什么要开枪示警？我有权利拒绝回答你的问题，我有外交豁免权。那我们就立刻公开你的间谍身份，明天你就得离开中国。除了这把枪，你没有任何的证据。杜克先生，其实我们见过面。是吗？在哪儿？在香港，在总督的宴会上。也许你可能没有注意我，但是我却记住了你。香港是我们大英帝国的领地，我确实是从香港刚刚到重庆的。好吧，让我分析一下你的行为轨迹。假定你对钱德勒先生的工作内容感兴趣，一直在暗中监视他，你一定是发现了同样有人对他的工作也很感兴趣。在香港的时候，钱德勒先生的房间里曾经发生过枪战，我一直想不通是什么人。不过现在我知道答案了，请不要再耽误我们的时间了。你从香港到重庆跟踪的到底是谁？今天晚上你又故意鸣枪示警，你又看到了什么？我跟踪的是一个女人，一个很漂亮的年轻姑娘，叶小兰。我不知道她的真名，但我可以肯定她是一个训练有素的日本间谍。一组二组立刻集合。又晚一步，搜查所有角落，然后放过一张纸片。是。